宝大家好，小乐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，就是用手绘和滴胶粘土等相结合，做出第五里的场景。今天先给大家做出其中两组人物，先用模具裁出纸的大小，然后再倒入一层薄薄的滴胶，在滴胶干的过程中先画出第一组人物。结缘一直是最受欢迎的一对，这个场景的目标比较宏大，所以小乐每一期可能只更新一小部分，要慢慢的去完成。第二组是小乐比较喜欢的仙祭，而且祭司的萨马拉和先知的月相也太配啦，都好好看哦。下期小乐想做出月亮河公园里的鬼屋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都裁剪好了，胶也差不多干了，可以把画放进去了。放好之后再倒入一层滴胶，调制均匀之后就可以耐心等待啦。干了之后还要打磨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小乐下期再给大家展示成品，宝贝们到时别忘了来看哦，爱你们。